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第一讲次，本讲主题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概论。首先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位主讲老师谢老师，我们欢迎谢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第一讲次的部分。各位同学是否看过一部电影叫 A 钱大玩家的，它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主要在叙述1995年英国霸凌银行因为新加坡分行一位年轻的交易员叫李森大量买进日经225股价指数期货，在期货市场兵败如山倒的股牌效应作用下，亏损呢大概10亿英镑，导致一家拥有200年历史的老牌银行一夕之间就倒闭了。等一下谢老师会跟各位同学介绍这个案例。本课程主要是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基本概念，今天的教学目标是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与交易风险。本讲次的重点包括：一、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起源与发展；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类型；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风险；五、操作衍生性商品亏损的重大案件。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起源跟发展。在1848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简称 CBOT， 它的成立，开启了现代商品期货交易。交易标的资产从农产品也慢慢扩充到其他的商品，比如像金属、能源等。其中还是以大宗物资为主。到了197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那开始呢，利率自由化还有汇率自由化的时代来临，所以整个这个汇率跟利率的风险呢就大幅的增加了，所以避险的需求呢就变成金融创新的动力，避险工具纷纷的出现，标的资产呢也慢慢扩增到金融商品，像以这个股票啊、债券、票券、外汇等这些金融资产当标的资产的衍生性商品，于是就产生了。以下我们来看衍生金融商品的发展历程。最开始是期货，好，那期货呢是1972年 IMM 的外汇期货，然后呢，在1975年、1976年 CBOT 的利率期货，然后来到1982年 KCBT 的股价指数期货，然后选择权呢之后。好，进程它比较晚一点，是1973年 CBOE 的股票买权，1977年股票卖权，然后1982年的 AMEX 的利率选择权，还有 Philadelphia 的外汇选择权，1983年呢是 CBOE 的股价指数选择权，然后金融交换是最晚的，是在1981年呢，IBM 跟世界银行。全世界第一宗的货币交换。接着我们来看台湾的发展情况。台湾期交所是在1998年7月21号正式推出本土第一项期货商品，我们称为台股期货，开启了我国期货市场的新局面。至于台湾选择权市场是分两阶段开放的，其中权证市场是1997年9月4号开放，首先是由大华证券率先发行国巨认购权证，然后是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正式揭开国内集中市场选择权的交易。另外，台湾期货交易所是在2001年12月24号首度推出台湾指数选择权的合约，这一项标准化的选择权商品正式在台湾期货交易所买卖。至今，国内期货跟选择权商品大致分为八大类，包括股价指数期货类、个股期货类、股价指数选择权类、个股选择权类、商品期货与选择权类，以及汇率期货与选择权类等，总共有八大类。其中股权相关商品呢比较完备一点，是16项国内与国外的股价指数期货，还有3项指数选择权、49档股票选择权、209档的股票期货以及9档的 ETF 期货。不过呢，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这些商品的档数是会改变的，
然后呢，期货交易所商品上市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参考课本的表一之一。台湾呢，从2014年开始，已经连续6年，每年的台湾期货市场总交易量都突破2亿口。交易量呢，所占比重占前4名的商品分别是台指选择权、台股期货、小型台指期货以及股票期货。接着我们进入第二个重点，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类型。投资的基本工具我们可以分为实质资产，我们叫 real assets， 还有金融资产 financial assets。 那实质资产呢，就包括农产品、黄金、房地产等等。金融资产呢，就是一般的金融交易工具，包括股票、债券，还有票券以及外汇等。衍生金融商品的定义，这是我们从简单来讲，就是基础金融资产，包括票券、债券、股票跟外汇呢，去衍生出来的。假如严谨一点的定义呢，衍生金融商品它是一种财务工具或合约，它的价值是由买卖双方根据标的资产的价值，像外汇的汇率、短期票券或债券的利率，以及股票的价格等，或其他的指标，如股价指数来决定。目前金融市场上的衍生金融商品类型包括了远期契约、期货契约、选择权契约，还有金融交换等4种类型。衍生性金融商品跟标的资产或者称基础资产之间的关系呢，如下面的图形。好，那同学好好的把这一个图形把它记得，那你就会对衍生金融商品带一个基本的概念。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框架，好，那4个是分别就是有外汇、利率，还有股票跟商品。那我们就统称外汇、利率还有股票，这个就是金融商品这样的标的资产。然后呢，内部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期货、远期契约，还有选择权契约跟交换。所以基本上衍生性金融商品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合约的类型。假如我们以股票来这个创造出期货，我们就叫股票期货。那假如把它设计成选择权，叫做股票选择权。好，那假如以权益来设计金融交换，我们叫权益互换。后面会一一跟各位介绍。我们来看第一个远期契约这样的类型，它的定义是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特定时日，以特定价格交割特定数量标的资产的合约。远期契约的特性，一，它是顾客化的合约，我们又叫做非定型化的契约，完全是买卖双方约定合约的内容，然后类似针对客户需要而量身定做的产品，比如像远期外汇跟远期利率协定。它交易的场所通常都在电投市场，也就是商业银行做成的。接着我们看期货契约，它的定义，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日，以特定价格买卖特定数量商品的交易行为。期货契约的特性，一，标准化合约，定型化的契约。其实刚刚各位看到远期跟期货契约定义是一样的，只是在于他们的合约性质，像远期是顾客化的，而这个期货是标准化的，在这一点不一样而已。买卖双方对于契约规格除了价格以外完全没有任何协议的空间，而且损益必须逐日结算，这个我们在后面讲次会跟各位介绍。比如像台湾的期货交易所买卖台股期货就是了。第二个，期货的交易场所呢，通常要在集中市场，也就是期货交易所来挂牌买卖。三，选择权契约。选择权的定义是这样，契约买方付出了权利金以后，享有在特定期间之内跟卖方依契约载明的履约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金融标的资产的权利。好，同学看这个定义有点冗长，那其实呢，你可以知道它呢最主要就是选择权会有个买方，好，那他会买这个看他是要买进还是要卖出的权利。所以选择权一般我们分为买权称为 call， 还有卖权是 put。 买权呢，就是买方取得在未来的特定日或以前，我们用一个特定的价格来买特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假如是卖权呢，
买方取得就是卖出标的资产的权利，好，所以是买方到底是买资产还是卖资产，同样这样子就很容易清楚了。例如在台湾期交所买卖的台资选择权、股票选择权都属于这一类型的。选择契约的选择权契约，它的特性是第一个风险不对称。这个风险不对称呢，是它跟期货一个很大的差别。买方是权利，卖方却是义务的。二，目前的选择权市场同时存在有标准化的合约，例如像台资选择权、股票选择权，还有顾客化合约呢，是利率上限、利率下限以及利率上下限等。然后第三个，因为它有两类型的合约，所以它同时在集中市场，就是交易所，也有在定投市场进行买卖的。假如是前者，就是交易所提供标准化的选择权契约，并且成立结算公司来负责清算业务；而后者就是商业银行提供多样化的利率选择权，根据顾客的特殊需求来设计选择权的契约。最后，我们来看到金融交换。金融交换的定义是买卖双方在一定的期间内一连串现金流量它的一个交换。那根据你交换的标的不同，我们分成利率交换、货币交换，还有交叉货币交换。交叉货币交换又称为换汇换利，总共有三种。利率交换简单讲就是交易双方同意在相同的货币下定期进行利息支付的交换，比如说一方呢支付浮动利率给另外一方，然后另外一方呢是付固定利率，然后两者来交换本金，基本上是不做交换的。然后货币交换跟交叉货币交换是两种货币种类跟计息方式的现金流量交换。金融交换的特性，一，属于顾客化的合约，非定型化的契约，都是根据顾客特殊需要所设计的商品。那根据刚刚我们讲到，大家只要是顾客化的契约，大家同学就可以猜得到，通常要在电投市场，就是我们传统就是商业银行来做成交易的。交换契约相较于集中市场交易的期货跟选择权，流动性就比较差了，而且信用风险相对就比较大一点。以上四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基本类型，再搭配三种基础金融资产，将构成下表这样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架构。这个架构让同学了解，若想要投资特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比如像利率选择权，同学一定要对利率未来的走势到底是会上涨还是要下跌，你一定基本上有一个 view， 一个看法，这样子你去进行买卖利率选择权的时候，才不会被这个银行的行员呢拖着鼻子走。好，那我们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基本架构。好，假如我们把它设计成远期契约的形态的话，然后外汇类的话呢，以外汇当标的资产，我们叫做有本金交割远汇跟无本金交割远汇，还有换汇。只要以利率当标的，我们就有远期利率协定跟远期债券合约。权益的话，这个 NA 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商品。好，那你只要把它设计成期货契约的话呢，我们的标的是外汇的话，那就是外汇期货。只要标的是利率，就是有短期利率期货跟中长期利率期货。然后标的是权益的话，我们就有股价指数期货跟股票期货。然后假如选择权的话，我们把它设计成外汇为标的的话，就有外汇选择权，以利率为标的就是利率选择权。然后权益的话呢，有认购认售权证，然后以及股票选择权、指数选择权。好，金融交换的话呢，以外汇来设计的话，有这个货币交换跟换汇换利。然后利率来设计商品的话，有利率交换跟换汇换利。那换汇换利为什么出现在两边呢？因为它是又换货币又换利息，所以它同时在两边都出现的。最后是权益的话，就是有权益交换。好，那一般来讲，衍生金融商品在两类市场中交易，一个是集中市场，另外一个是电投市场。集中市场的定义是，所有的买卖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交易场所，采公开竞价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最常见的是在期货交易所买卖利率期货与利率选择权，还有股价指数期货与股价指数选择权。那电投市场的话，它是在交易商的柜台来进行买卖，它就要采个别议价的方式交易。
最常见的是在商业银行柜台买卖跟利率跟外汇相关的远期契约跟选择权，注意哦，没有期货，期货一定要在集中市场，还有货币交换、利率交换以及权益互换等。由此可知，集中市场跟电投市场结构显著的不同，所以在不同类型市场交易的衍生性商品差异就很大。比如说电投市场衍生性商品相对于交易所标准化商品金额会比较大，价格透明度会比较低。以下我们来看表二。好，那以契约的这个规格来看，交易所通常它设计的话会偏小，然后那个衍生性商品的话它金额会比较大一点。好，那交易量的话应该是指特定的某些商品啦，那交易所交易量多，然后电投市场就会少。以标准化来讲，交易所它的商品标准化程度就比较高，然后电投市场的话标准化就比较低一点。然后在交易方式的话，因为集中市场它一定要是集中交易，然后电投市场的话是双方来合议。结算方式的话，交易所一定要有结算机构来集中结算，然后在电投市场的话就是双方各自结算。最后价格透明度的话，就是交易所的话呢，它的价格透明度是高的，那电投市场呢，它的价格透明度就相对比较低了。好，接着我们来看衍生性商品，它主要的特性有五项，我们分数如下：一、杠杆操作，投资人只要交付少数比例的保证金或权利金，就可以从事这个倍数金额的交易。比如说期货交易只要付 5% 的保证金，好，这是我们这个指数选择权啦。那其实其他商品它的 percent 是不一样的，那以 5% 的保证金来讲，就是相当于创造20倍金额的杠杆操作，所以这个就是以小博大，好，这样的杠杆操作。所以你在短期间可能赚数倍的本金利润，也可能损失数倍的本金，凸显高风险高报酬。第二个，商品种类复杂多变化，因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可创造出再衍生的衍生性商品。衍生性商品它会因应客户的不同需要，我们可以把衍生性商品去重新的排列组合，会创造出许多复杂的合成式金融商品，比如像期货选择权、交换选择权、交换期货等等。三、评价困难，它竞价要使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由电脑计算而得，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通常要针对客户的特殊需要而设计，它定价会使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由电脑计算出来，并非如一般商品由市场的供需决定，所以也不是一般大众可以直接去思考的。第四个，零和赛局的性质，就是一项交易只要获利的话，对手就赔钱。然后呢，就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把整个简单去加总的话，衍生性商品的名目价值，那你会高估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违约风险。第五个，期限比较短，衍生性金融商品它的到期日会比标的资产来得短，价格波动也比较大。比如像股票，它没有到期日，可是依附在股票的衍生性商品，像认购权证，期限在一年内假如没有去执行的话，那它就失效了。接着我们请谢老师来为各位同学讲解第四跟第五单元。好的，谢谢林老师。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本章最后两节，也就是呢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风险以及操作衍生性商品亏损的重大案件。首先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风险。如何管理衍生性商品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金融业和企业经营阶层不可以忽视的课题。美国金融局曾经依照风险来源，将有关的风险分为以下五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市场风险 （market risk）， 又称为价格风险，是指呢衍生性商品的标的资产，它的价格波动方向与原先预期的走势相反，使交易产生损失的可能。那举例来讲，例如说你只要看多台股期货，你去做多台股期货的话，结果呢台股期货价格下跌，这时候呢你就产生了市场风险。那第二个呢是信用风险，那也称为 credit risk。 信用风险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称为违约风险 default risk， 它是指呢交易对手无法依照
原条款履约而导致另一方发生损失的可能。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边的违约定义是非常复杂的，例如说到底是没有办法付出利息，或者是没有办法付出本金，或者是呢在几天之内呢没有办法付出利息等等，这个违约的定义在法律文件上要写得非常的清楚才可以。那第二个呢是交割风险，就是 settlement risk， 它是指呢当契约到期的时候，交易的一方呢已经履行交割义务，但是呢交易对手未依约定为相对之给付所产生的损失。那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我只要去操作了一个稻米期货，那到期的时候呢我就付出钱去，结果呢我的交易对手却没有把稻米交给我，那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风险。那第三类的风险呢称为流动性风险 liquidity risk。 流动性风险呢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市场流动性风险，它是指呢衍生性商品的部位想要割平的时候，结果呢却无法立即在市场上找到交易对手用合理的价格来承接，因而可能产生的损失。白话来讲就是你想要把东西卖掉卖不掉，或者是呢你想要去买标的呢，或者买期货竟然就买不到，那不然就是要用非常糟糕的价格才可以把你的部位给平仓掉，那这事实上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风险。那第二个呢是现金流动性风险，它是指呢无法在交割日或者是保证金追缴时付款的风险。那举例来讲，假如说您去做多台股期货，结果现在台股期货的价格下跌了，那个期货商呢就会叫你缴保证金，结果呢你就缴不出保证金，那就属于这一类的风险哦。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我们上面讲的三个风险，那事实上这三个风险呢常常是会相互关联一起出现的。例如说流动性风险呢就常常会跟市场风险或者是信用风险相互的出现。那也举个例子哦，例如说假如市场大跌的时候，那这时候已经产生了市场风险，但是呢因为买方呢其实都已经不见了，那大部分的人都要卖，这时候呢也就产生了流动性风险哦。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作业风险，那英文呢叫做 operational risk。 作业风险呢是指属于人为疏失所造成的风险，如制度不当、管理松散、监督不周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那第五个呢就是法律风险，称为 legal risk。法律风险呢是指因为契约不详、授权不实、法定不全，或者是呢交易对手没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原因，导致交易合约无效的可能性。那综上所述呢，金融机构应该要依照业务的需要与成本的观念，对衍生性商品的风险采取必要的控管措施。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下面三个，第一个就是要了解风险，第二个呢要估算风险，以及最后就是要监控风险，并且把它做成作业准则。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本书最后一节哦，也就是操作衍生性商品亏损的重大案件。我们这边呢选了两个案件，那第一个案件呢就是1995年呢霸凌银行的事件，那第二个案件呢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简称叫做 LTCN 的事件。我们就举这两个案例，那希望呢借由这两个案例呢增加同学对于衍生性商品它的交易风险的认知。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解一下霸凌银行的事件哦。那霸凌银行呢它是成立于1762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人银行，但是呢在1995年2月的时候呢却爆发霸凌银行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28岁的尼克里森，他在新加坡和大阪两个交易所操作衍生性商品，总共亏损了10亿英镑的事件。那霸凌银行呢原先的设定呢操作策略是借由套利与赚取价差，也就是说呢今天假如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交易所交易的话，那有时候呢可能交易价格会不同，这时候就可以去买低卖高哦。那例如说呢李森角在大阪交易所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的话，他就应该在新加坡的交易所卖出相同合约数日经225指数期货，这样呢才能合乎一买一卖的套利的原则。但是呢李森呢其实他还是在新加坡交易所买进日经225期货，所以呢他在两个交易所其实都是做多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不是套利了，反而呢就变成是一种投机哦。那结果呢日本
就受到了日本关西大地震的影响，那股市就大跌，它所建立的部位呢损失就非常的惨重。那事实上它还是有机会可以逃掉的，不过它采取的方式就是一直加码买进，一直加码买进，但是呢这个市场呢就一直下跌哦。那最后呢，拥有233年历史的金融帝国霸凌银行呢就宣告破产倒闭哦。那事件中呢，尼克里森呢，因为他同时担任了交易室以及交割部门的主管，所以呢他一个人呢就掌握了买卖交易、部位控管以及清算的整个流程哦。那事实上就是呢他前台后台都可以掌握就对了，所以呢他就可以用所谓的88888账户就去隐藏亏损。而且呢除此之外，他李森呢还在未经授权的状况之下，他也建立了日本的利率相关合约以及选择权合约的部位，这些部位呢也产生了亏损哦。那这个事件的问题呢就在于霸凌银行它对于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活动缺乏政策程序及系统方面必要且审慎的管理。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讲一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哦。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件呢，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得奖的学主得奖经济学奖的得主Shores 跟 Merton 呢，还有另外十个人在1993年共同成立的 LTCM。那这个公司呢，主要是投资七大工业国家的期货选择权以及利率交换市场。那利用呢广泛的财务计量模型，在全世界到处的套利。那 LTCM 呢，在1994年到1997年呢，每年平均为股东赚进了40%的报酬率，远高于呢其他基金在过去5年呢平均14%的年报酬率。那由于呢 LTCM 它的获利非常高，所以金融机构呢对它的融资呢就不会犹豫哦，因此呢它的财务杠杆就高得离谱，在濒临破产之际的时候，杠杆比率呢高达54:1左右，换句话说，1块钱就玩了54块钱这么大的规模。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俄罗斯跟其他新兴市场呢，它的经济情势就急剧恶化，导致全球投资人呢争相将资金就移到。就把高风险债券卖掉，移到没有倒账风险的例如说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政府公债，结果呢就造成前者的价格应声重挫，后者价格就扶摇直上，跟他原先预期的走势会收敛完全就相反哦。那以至于呢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呢就赔掉44%，而且呢没有结算的800亿元美金的部位呢更为全球市场的金融市场呢带来威胁。那后来呢在联准会出面主导之下呢，邀集了14家知名银行呢，那共同出资了36亿2500万美元来援助。那 LTCM 的事件呢爆发出自由化与国际化之后，金融市场呢由于投资范围的扩大，风险呢也大为的提高。那 LTCM 呢，它完全就是用计量模型来操盘，没有考虑到就是没有办法认知的风险哦，而且又采取非常高的杠杆操作，最后就导致严重的亏损哦。那当然呢，金融当局呢在信用风险控管呢也是有所缺失哦，政府呢应该要提升金融监理的能力与品质，重整金融市场的秩序。那最后呢，我们请林老师呢为这一章做一个总结。好，谢谢谢老师哈。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衍生金融商品它的类型，还有它的一些特性，好，然后以及交易风险。然后各位知道，衍生性商品主要就是有远期期货，还有选择权跟金融交换，有这四大类型。然后看你去套什么样的基础的资产，然后因此就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商品。那衍生性金融商品最重要的就是它杠杆操作。然后1块钱呢，你可以买这个将近20倍的，所以当未来那个突然走势不是你预期的话，可能亏损就非常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会。